快乐生活，省钱好丢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乐活好丢。在这一期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省钱好丢。最新的 Costco 呢又推出了新一轮的线上线下的这个折扣促销活动。那么这一期的特惠产品不仅有牛肉、沙沙酱、脆皮鸡翅、奶酪薯片等美味的零食生鲜，还有吊床、搅拌机和宠物驱虫药等等实用的日用品。那么这一轮的折扣有效期呢是5月6号到5月14号，也就是这个周日。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。我们先来看几款目前正在仓库打折的零食和生鲜。首先我们来看 Costco 热销的蓝莓。蓝莓呢不仅吃起来是酸甜可口，而且呢营养价值也非常的丰富，曾经被世界的粮农组织列为五大健康水果之一。它里面富有的蓝莓花青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，不仅是抗衰老的效果非常好，而且呢也有助于提高免疫力、保护视力，甚至是预防癌症等等。现在呢特价每份是 4.99 美元一份，大概重18盎司。下面来看这款 Kickland 的奶酪、水果还有坚果的零食包，它里面包含了8种天然的夏普切达干酪和8种天然的白切达干酪，加上多种的水果和坚果，可以说是营养和快乐的双重源泉。它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激素，也不含反式脂肪，可以放心的食用。它每件里面呢有16袋，每袋是 1.5 盎司，现在呢每件是立减3美元，减价后为 10.52 美元。下面来看这款 Kickland 招牌的烤鸡辣酱玉米馅饼。那么这是一款墨西哥风味的低卡美食，但又没有完全遵从墨西哥卷饼的做法，它里面塞满了大量的鸡肉，配菜呢有少量的玉米、辣椒还有黑豆，可以搭配沙拉或者是鳄梨酱来食用。虽然它每份有将近4英镑重，那么足够一家人吃，但是它的热量仅有260卡路里，非常适合减肥的人士，现在每份立减3美元，减价后为 24.69 美元。下面来看两款调味品，一款好吃的辣酱可以说是一顿美食的灵魂。那么这款墨西哥风味的中度美味的沙沙酱呢，原料包括了西红柿、墨西哥的胡椒、大蒜、盐、香菜、红酒、醋、香料还有柠檬汁，味道非常的浓郁，略带辣味，可以用来搭配炸玉米饼、玉米片、墨西哥卷饼或者是其他的零食。它是由全天然的成分制成的，不含麸质，每瓶呢是32盎司装，现在立减 1.8 美元，减价后为 5.84 美元。下面要介绍的也是一款酱料，这款呢是叫做 Crystal Mama 的白奶酪配青辣椒丁葵锁酱。那么它是由白奶酪、青辣椒搭配适量的香料制成，可以用来搭配各种的水煮菜、汉堡等等，味道奇特，喜欢的人呢甚至可以跨州来寻找它，不喜欢的人呢则对它敬而远之。另外呢它也是素食和无麸质的，那么每罐是32盎司装，现在立减了 2.5 美元，减价后为 7.59 美元。马上就要到夏天了，冰糕我们也可以囤起来了。下面这款呢是 Iceland Way 的实景果壳冰糕，是一种装在真正的水果果壳里的冷冻甜品，那么使得水果的香味更加的浓郁。那么其材料呢都是采用非转基因的成分制成，没有添加防腐剂或者是着色剂，值得一试。目前呢12个的每一件哈，每一件有12个，那么立减了4美元，减价后为 12.86 美元。牛肉也是每期 Costco 折扣上新的时候大家最关心的产品之一。那么这一期呢这款 Kickland 的招牌菲力牛排也赶上了特价的活动，那么约合每磅呢是 18.71 美元，一份大约是 2.33 磅的牛排，价格为 43.59 美元。牛肉中的铁含量呢要高于其他的肉类，是非常好的补铁食材，而且呢它里面含有的蛋白质也会更多，对增强抵抗力很有帮助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款菠萝培根烟熏鸡肉肠，它里面含有少量真正的菠萝，还有天然的烟熏培根，搭配了少许的红糖和特殊的香料，吃起来呢有点甜又有点咸，可以直接用空气炸锅炸着吃，也可以切片或者是切丁跟其他的食材一同翻炒。它里面不含麸质、味精、抗生素和反式脂肪，但有一点胆固醇，含量为80毫克，钠的含量为630毫克，总的糖量为9克，现在是3磅装，每件呢是立减 4.3 美元，减价后为 12.51 美元。下面我们再来看几款线上线下均在做活动的产品。首先是这款福斯特农场的脆皮鸡翅，那么根据美国农业部称呢，福斯特农场的产品可能是美国最干净最安全的鸡肉产品的来源之一。目前呢正在降价的是他们家的经典水牛脆皮的鸡翅，是一款全熟的产品，用微波炉加热就可以食用，也可以用空气炸锅来调至400华氏度炸两分钟，口感会更加的外脆里嫩，里面搭配呢有他们家的水牛酱，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来搭配蛋黄酱或者是番茄酱食用，现在立减了4美元，减价后为 17.19 美元。
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好吃不腻的零糖健康小零食。这款松松脆脆的奶酪薯片是由100%的奶酪这个磨碎烘烤制成，既有奶酪的香味，又有松脆的口感。它每份里面呢含有12克的蛋白质，不含麸质和乳糖，生酮友好，可以当做随身的小零食，也可以搭配蘸料或者是用来做汤。10.8盎司两件装，现在降价6美元，减价后为22.99美元。下面我们来看这款全熟的犹太牛排，它是用100%的犹太牛肉切块制成，不含麸质，没有添加人工的香料色素。12盎司呢是4包装，每包是7片，总共是28片，现在立减了3.6美元，减价后为11.39美元。下面看这款 Cakeland 的招牌天妇罗虾，这是一款冷冻虾的天妇罗哈。那么烹制的时候呢，不需要解冻，直接放进烤箱，那么微波炉或者是空气炸锅烹制即可。因为呢，这个解冻可能会令天妇罗的面糊来融化，影响酥脆的口感。里面还配有这个酱油的调料，2.35磅，30只装，现在立减了4美元，那么减价后为18.24美元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本期有哪些好用的特价日用品。首先来看这款柔软好用、量大实惠的小熊卫生纸，它是2层的结构，有30大卷，每卷呢有205张，本期是立减了5美元，减价后为24.21美元。小小的一片牙贴不仅可以增白牙齿，也可以消除多年的牙齿的污渍。下面这款佳洁士的 3D 炫白牙贴，里面包含了20片专业护理的牙贴，10片1小时快速护理牙贴。专业护理牙贴呢是每天使用一次，每次呢是贴45分钟。如果遇到面试或者是重要的约会等等的紧急场合，就可以换用快速护理牙贴，可以1小时来快速起效。那么烤瓷牙也是适用的，现在立减了12美元，那么减价后为38.6美元。春末夏初，天气不冷不热，正是登山露营的好时节。下面这款旅行的吊床可以供1到2个人使用，它采用的是尼龙的透气面料，那么凉爽舒适，里面配有2个铝制的登山扣和2根延长线，不用担心数据过宽哈，这个绳子不够长的尴尬。而且呢，它侧面还有一个贴心的小兜，可以用来放手机、水还有小零食，现在是立减5美元，减价后为17.54美元。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，那么首饰呢可以说是永不过时的礼品选择之一。最近呢 Costco 也推出了许多珠宝首饰的折扣，这款 14K 白金的钻石项链配有簇状的吊坠，那么链长17至18英寸，那么钻石的总重为0.4克拉，钻石的净度呢为较高水平的 VSR 级别，颜色是近乎是无色，现在立减250美元，减价后为512.99美元。接下来再来看一款 KitchenAid 6-quarter 升降立式搅拌机，它的套件呢包括了扁平搅拌机、搅拌器，还有面团钩、打蛋器，还有这个浇铸罩，那么有11种不同的动力和速度的控制，有银色和红色2种颜色可以选择，现在立减100美元，减价后为312.99美元。此外呢， Costco 现在还有多种的这个猫狗宠物的驱虫药，那么是限时降价的，可以驱除和这个治疗蜱虫、跳蚤等寄生虫的困扰，那么适合体重超过 1.5 磅以上的猫咪，以及是各种的大中小型犬，那么8个月的用量现在是立减18美元，减价后为72.53美元。以上就是本期为您推荐的特价商品，想要了解更多的优惠信息，不要忘记关注订阅乐活城焦点频道，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，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乐活好丢，我们下期见。